裁判，我们赢了。正天学院对史莱克学院，胜者。 尊敬的星罗陛下，裁判和观众们，这场比赛虽然赢了，但打得如此艰难，你们的心中必然有疑惑。我必须要为孩子们证明，他们并非史莱克正选队员，仅仅是预备队员。预备队员，果然，我们史莱克学院。 不愧是名震大陆的史莱克学院，全预备队阵容打出如此战绩，那他们正选队员的实力定已超出了我们的预估。史莱克不差，队长，你听到了吧？史莱克全是预备队员。天助我也！史莱克能派的只有预备队，预备队还被打残了。哎，下一轮跟我们的比赛，我们长宁学院赢定了。